用红旗吗？兵花可得劲，在我这里落，可先警觉大将的细心。我定了吗？将军，盖好兵器。刘将军，杨奎当然红旗路，杨奎告孙二几个人。六日射定，再见李隆平互相黑影，除非再也听不到欺骗的尽孝味，也不再听闻死亡前恐惧的呐喊，存在的是一片的安详。闻天君，苏桓间所写的和平书，迎接华文的亲自上达天虹民警，像。一波东瀛乌龙，总算平息。这个野心这一梦，都要千千万万条人命成就。这无畏的精神，真是当得令人心寒。无妄怀留，除非因一名野心者多好的消息，接下来将是你我全新的挑战。是啊，接下来的征战，用是要靠众人拼命扶持。